阵时我系咁样行噶。Oh no！ 嗯，但系而家咧，我可以咁样咁样。哇！芳姐啊，之前你嘅手点样啊？你未食呢样之前系点样噶？我未食之前咧，我个手咧系硬硬实实。咁我生咗入去嘅时候啊，我开出嚟好艰难，我又开用手咁样拉下拉下咁样嘅。等我食咗一段时期，嘅手好咗好多咯，而家都好舒服咗个手，可以好轻松自然咁样开生咗啦。仲有边度冇？之前我个手咧系递唔上嚟嘅，而家我可以递上嚟，但系嗰度仲有少少痛啊，系好痛啊！嗰日我仲谂住我唔知系咪中风，所以我拎唔到上嚟，都一食咗有多少改善。仲有我嘅脚啊，之前我脚我系好辛苦嘅，嗱，我 show 我嘢俾你睇啊。我咁一路嚟都用呢个唔得闲啦，我妈咁样闲喺屋企。所以我食咗呢个嚟用咗 ，OK， 食咗我都唔使用呢度啦。而家我行完俾佢用力咁样行，自然咗啦。用力。楼梯咧，行楼梯 OK 冇？啊，楼梯都系啊。嗱，平时我行楼梯都好辛苦噶，而家我行都有好自然啲啦。平时我系咁样行噶。但現在我可以這樣走走哇好鬆了比較有力了我的時候我也是這樣走現在我可以這樣走一個腳一級這樣很多很多天然沒有了又好一點點這樣你覺得這個Leon幫到你很多嗎我覺得是帮助到我。之前我食咗好多产品都唔得，食咗好多啊，可以讲讲食超过50种啊，睇医生啱埋睇医生。但我食呢个真系有帮助到我，好开心咯，多谢阿妹介绍俾我咯。你之前系点样食啊？开始嘅时候？开始食嘅头一个星期咧，我系朝晚一包，所以第二个星期我就每一日一包，都 OK 啦，保持到咯而家。当作保健咯。如果你食到好晒咗，你可以两日一包都得啦，当保健咯。OK， 唔该晒。唔该晒，唔该晒，芳姐。